野生，就是说国外已经野生养殖已经不到100块，这个野生的已经300块，为什么这个？他们去阿婆这个老人家不要去石头上面去弄，去捡回来。这边还有两个，你们用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卖300？给你们讲个道理给你们听。啊，你要不要？以前那个詹姆斯啊，在南岗拍的啊，偶啊，我怕你炸的太，他下面南岗没有偶啊，就是用大。要15，我不要那两个了。你那个不要？那你下面那两个。没关系，来，你来那个弄100到300，需要一棍。啥？你先去。留下去一分钟就到了。我这边到那边很近。还金甲啦。金甲是问题。一家冰块，然后两家赚钱。哦，卖光了呢。卖瓜就回去拿。那你没有打电话跟他们说叫他限时观众？我家里没有人呢、啊。家里没有人在。哎，家里人都去上班了、啊。刚才还是我老公回去拿一包了、啊。波浪啊！波浪啊！波浪啊！等一下，很快。不要太冰了，我会忘记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，以后叫他先收钱。对啦，先收钱再吃啊。关键他先要收钱再吃啊。没有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对，这边是卖豆花跟那个水煎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北疆的景点都结束，那我们现在就沿路上会经过钱币了哈。你会看到那个风景，看到海岸线的风景。我们等一下大概10分钟，这个车程大概10分钟就到白沙湾坐船了哈。